不可思议的音乐。新海诚温暖之作，我一定是为了与你相遇而来的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留恋了。那个男孩已经死了。生命中无可避免的分离，在雅戈泰也有实现愿望的地方，死者也可以复活。我也要一起去。为了再次相遇，踏上未知的奇异旅程，要让你怀着失去继续活下去。活着的人才最重要。再见了。追逐繁星的孩子，未来电影台感动献映。